里是苗栗苑里房里老街，刚铺好的水泥腰花路面新又漂亮，行人和骑士走起来也安全多了。因为之前地砖毁损，凹凸不平，常有骑士摔车，镇公所好不容易争取300多万经费，1月18日才铺好，水泥都还没干，半夜就有两名骑士将路面压出2条20到40公尺的轮胎痕，让人傻眼。包商只好自认倒霉，挖掉重铺，损失30多万。包商表示，水泥约要7小时才会干，当天铺好还用护栏封住路口。半夜没有什么公德心嘛，就觉得自己方便，刚铺好的哈、哦。就压坏嘛。包商调阅监视器，看到两名骑士因是外籍劳工，身份不明，难以求偿，只能认赔了。董新闻苗栗报道。